难道硕大的羽化门就没有公道可言吗？ 仙雷之行六连九道，会逐渐剥夺罪孽六根，便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接着废除一身修为功法，直到诸神灭形，完全消散于天地之间。天雷师姐，这天行台自从羽化门开宗立派以来，不知道诛杀过多少法力强横、横贯诸天世界的人物。 从未有一人可以从仙雷之下逃出升天，这方寒恐怕。